在的吧？海的爸，你在干嘛？在夹娃娃，夹夹夹夹夹。有没有看到海报？你一定要来哦！我们今天来贴海报加打台，吃午餐，贴海报夹娃娃。啊、哦，你没有瞄准。这也是长竹的台，没有瞄准。你这样都瞄准了，这样会瞄准吗？靠背哦，减重问题。靠。出。不出了啦。啊，对，怎么说？对啊，为什么那么早？啊，不用啦。对嘛，浪费20块。好奇怪。吸尘罐是什么东西？真的蛮妙，好像它是可以干嘛？可是这好像是风扇的，因为是风扇。对，好像。这台算是重爪，但是它爪力其实是有的。真的、哦？嗯，它其实是有的。老板的啊，汪星人，这也是汪星人的，你都玩汪星人，全部都是汪星人的，是我错觉吗？四级金印全部都是汪星人的、啊，大家要走了吗？汪星人，汪星人，叫什么？哎，这个不是吧？这个就应该不是汪星人了吧？这小屁眼，换到那，要换起来吧？没关系啊，就试试看。所以他因为他被两个东西卡住，我试试看。好，加油！可能要用包的，但是他可能不能夹。可能。6 4不是倒爪就射出吗？啊，你没有倒很多，你就倒一半。你是怕喷回去的？对。出货了，把它出货。爸爸早就应该少少出的。今日领域应该都可以出。那你就打一打。下午带上永远不见了。妈妈好笑。当然啦，你是我宝贝，我会担心啊。又出来一个粉色。好，没关系，等下再拿。出了。出了。哎呦，我放回上洞。放回上洞。有了。出货。这个啊。
觉得这个可以夹吗？不过它是铁爪，这个试试看。好哟，过来，很重吗？好像有点。好重哦，夹在空筋耶哦。有突破耶，拿出来拿出来，那什么不知道，欧手手好奇怪的东西。这边有 logo 啦，那个好，再来，你还要玩什么？玩什么？其实我跟你讲，其实想夹里面那个玩，那个玩，那不是有个那个角落生物的，可是这可能很难下爪，我跟你讲，田园菜是万能的，老婆帮我打。加赛啦！看我下得了爪吗？不容易下爪。哦，我放回去了。往后放。用米老鼠。好肥哦。米老鼠思维不动，时间。噔噔。啊，好肥。甜菜不见了。啊，怎样？相信你可以的。有了。有点可惜，刚刚那一种要下来。对啊。看我，你快想到啦，没有中。这些都在干嘛？还有嘞，还有什么东东 ？OK， 好。听说这里是职业夹客场。真的？谁说的？那个老板讲的。白痴哦。像我们这种。是职业夹客，换手。田园菜来搓搓热。为了避免田园菜的头挡住你们，所以我从前面一点。都会转哦。田园菜，加油！屁股卡撑，因为不能教导人家做这种事。哇，我卡动了！卡动了！还好吧？卡动不知道，打电话叫老板。还在怕被我强迫？哎，拿到了，你拿到了！好笑啊，一个包包，拿到了。打开开箱一下，哎，这个怎么跟我那个有点像哎？你没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就这样而已。哎，有个袋子啊，可以装这个袋子，好白痴。好了，台主有用心，有用心。